嗨嗨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现在呢是10点，然后这2个礼拜呢，我都在美国的 Redding California 的 Redding，有一个教会叫做伯特利教会。然后我们常常邀请牧师像比尔强森 Bill Johnson，还有 Chris Valentin。Chris 牧师来讲道，所以呢，这次我就去 Bethel 学校2个礼拜的敬拜学校。那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上一些敬拜的课程、音乐的课程，还有生命的课程。那听到他们很多人分享见证啊，然后上帝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命，然后让他们在。服侍在这段路上面有很多的经历神，然后2个礼拜真的学习非常的多，然后因为他不只有音乐的分享，然后他还有像跳舞啊，然后画画，还有什么嘞？还有像你怎么样去设计整个。舞台的敬拜的气氛啊，怎么样调那个些声音等等的。然后我有去上一堂 healing dance，就是用跳舞来敬拜。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就是突破自己在敬拜里面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当我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不只是用歌唱乐器，然后我也可以用我的肢体。用跳舞来敬拜神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也去做了我的，像日记本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就是用艺术来敬拜神。你可以用画画啊，或者是做一些的美术，然后透过这些艺术来敬拜。好，秀你们一下，这个是我的 journal，看到了吗？Color，因为我拿反嘛，没有没有没有。OK，一个 smile，希望每一个人每天都有 smile，start to smile。好，背面，背面是什么？倒过来看不到。OK，every day in love with you，看到看到看到，in love with you more，sunflower。每天大家都很阳光，很开心。然后它就是里面，其实就是你可以带回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做自己的笔记啊，等等的。那大家喜欢无我？OK，太白了。OK，这是我的劳作。那这个呢，是我的，我就是这次呢去那边的画画。让我看得清楚吗？OK，什么内容呢？就大家自己凭感觉吧。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解释出来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的小本本，这里面，这就是我这几天，这是潘老师给的小本本。潘学官老师，潘大，潘大，好不好？我有很努力的速写了一个非常没有不怎么样的一个速写，好难哦，潘大。然后其他就是我的笔记啊，你看密密麻麻的，然后就是记录一下生活，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。会写日记跟记笔记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安全感，很怕日记然后被人家偷看这样。可是呢，这一次我突破了，就是还是写了一些东西，这好像大家比较看得到。OK，密密麻麻的，然后这就是我画的画，有些人可能有看到照片，三颗爱心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哎呦，模糊掉了。就是呢，这条路呢，感觉就是一条是很
本来是你就是你要走的路，可是有石头挡在你前面，然后有时候石头挡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你就想要放弃，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困难。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相信上帝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石头挪走。所以如果现在你的路上有小石头，我也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就是那些石头都会离开。然后这也是其中一个图，有台湾，有日本，很多的房子代表城市，鞋子呢代表福音 Open Heaven。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一个 Joy Joyful， 很多很多的开心，很多很多很多的喜乐，就是当你很快乐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现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幅画呢，是我就是很暗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就看不到纸，我就爱心爱心爱心，然后就画出来了，就是很多很多喜乐，我要把很多很多的开心送给大家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待会我们要去飞机场，因为我们要去Brazil， 巴西的圣保罗，可是时间非常短，好希望可以待长一点哦。然后我的cousin又不在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带我去逛街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去巴西能够可以再跟大家聊聊天。OK， 祝我们的飞行愉快吧。去巴西不是只有玩耍，很多人都以为说哦，怎么那么好，喜人都去玩耍，我有任务的好不好？只是因为我常常 po 的照片都是美食啊、美景啊这样子，总是希望记录一些漂亮的风景，然后我眼睛看到的很美丽的东西，然后记录下来给大家看嘛，对不对？See you soon， 拜拜。